清晰。R9S OPPO 拍照手机。死者叫胡奇，37岁，任个有生基地的倒计师。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杀人，凶手难道是蓄谋已久？这是一把自制的猎枪，他自己的枪。根据这把枪的枪口印痕可以确定，对死者造成创伤的那把枪就是这个。像死者这样的一个伤口，应该是接触性射击。我们初步认定，死者是半夜持枪出门的，不慎枪支走火，打伤了自己，失血过多死亡。这不是走火，这是他杀。怎么证明？有其他外伤，除了腿部的枪创以外，我在他的后枕部摸到一块不小的血肿，而且表面有浅淡的擦伤。没有创口，但有擦伤跟血肿，这可能是被一个有一定平面、有一定质量、表面有些粗糙的钝性物体撞击导致的，有可能是自己摔倒了，也有可能是其他工具导致。如果是其他工具造成的话，工具的碎片可能还残留在死者的毛发当中。看来工具找到了，看上去像是砖头的颗粒。现在需要开颅吗？需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确认股动脉的破裂跟头部的伤口哪个才是致命伤。好。林队，这里有新线索，这块砖头有问题。这么多块砖头，你为什么确定是这一块？因为只有这块砖头上粘附着血迹，还有毛发。脑枕部确实有一块脑挫伤，但是对面的额部却什么都没有。没有对冲伤，说明死者是被砖头击中，而不是自己摔倒。有生活反应，说明砖头击打他的时间是在他中枪之前。所以说现在不能排除多人作案，也不能排除一个人多次伤害的可能。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拿枪的人要先拿砖头拍打死者呢？死者是被散弹枪打中大腿，股动脉破裂，失血过多导致的死亡。与此同时，他的枕部还有一处钝器伤，这是一起命案。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是这样子的，昨天晚上大概9:30左右，死者回了趟家去取了钱，然后出的门。在20分钟左右之后，他又再次回趟家去仓库取了这支枪，大概在10点左右就遇害身亡了。我们在初步尸检的时候，在死者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460块钱。目前我们预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死者跟人产生了矛盾，所以回去取枪是为了跟人打架，但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枪支被对方夺取过去，反倒把他给杀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死者喝醉了酒，在牌桌上跟人发生了纠纷，所以回去取枪，但是在返回牌桌的过程当中被人给谋杀了。现在和他打麻将的那四个人还没有排除作案嫌疑。这四个人很有可能互相之间作伪证。现在没有排除多人作案的可能，也没有排除单人多次伤害的可能。这个胡奇跟他们很可能有经济纠纷，
既然牌友之间有矛盾，那就先把那几个打麻将的带回来，询问情况。小黑在，你去一趟。是。我来介绍一下理化检验的情况。死者的心血中每一百毫升的血液酒精浓度高达280毫克，达到80毫克就算醉酒了。他这个数值都接近致死量了，说明死者当时严重醉酒。在这样的酒精浓度下，死者当时的身体协调能力和自控能力都非常的差，如果打架，反抗能力也是非常弱的。另外，从死者头发里提取的微量颗粒和现场提取的砖头认定一致。可惜砖头实在是太粗糙了，我们只提取到了指印痕，没有发现指纹。枪支检验的结果怎么样？啊，我们做了整体的分离比对，发现这支枪确实就是死者自己做的，而且我们也对枪的表面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枪弹射击实验做了吗？正在进行当中，一会儿就会有结果。同志们，涉枪是大案，既然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支持，那就先等今天晚上对几个牌友的讯问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啊，散了。那我先去把尸检结果打出来。老秦，先过来给我看一下砖头。这是为了检验指纹时候的熏线，指印很少，没有指纹，最多就一些指节的痕迹。这一侧有一个指痕，是大拇指留下的，只有半个指节。另外一侧有三个指痕，分别是食指、中指、环指留下的，也不到半个指节。是啊，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一般人拿砖头不是都会用到一节半到两节的指节吗？但这上面的痕迹又小又少，用指尖去拿砖头，这也太不方便了吧。既然没有指纹，就只有放弃了。喂，你好，天明，枪支中心，我知道了。好，辛苦了。枪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枪就是一把普通的自制散弹枪，不过做枪的人技术不过关，枪存在问题。什么意思？他们说这把枪的扳机和枪膛之间是有缝隙的，在每次激发的时候会有火药从扳机这里漏出来。这是大发现啊！我检查过死者手上的皮肤，没有火药颗粒附着的现象。我们不是早就断定死者并非自己扣动扳机自杀的吗？但是凶手手上会有，这是线索也是证据。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但是事情毕竟发生在昨天晚上，就算真的附着了火药颗粒，也应该洗掉了吧。有些枪支在射击的时候，火药会附着在射击者的手上，但是我看过作案那把枪太长了，这么长的枪在射击的时候，火药很难溅射到射击者的手上。但是我没有想到枪支的设计有问题，火药也会冒出来。你还是没有告诉我火药颗粒会不会被洗掉。枪口射击的时候，火药是灼热的，一旦落到手上就会烧出一个一个小洞，这些小洞足以把火药的颗粒藏起来。洗手可以洗掉表面粘附的颗粒，但是洗不掉这些藏起来的火药。容易发现吗？我们只要用放大镜观察，再用粘附仪提取就可以了。准备一下，俯瞰现场。我们已知这个砖头上面两侧都有指尖按压的痕迹，但是没有指腹的痕迹。一个标准的砖头宽度有12厘米，成年男性的手掌可以很轻松地握住它。如果改用指尖来拿这个砖头的话，不仅非常费力，而且不合常理。这也许说明凶手的手非常的小，可能是个女人。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凶手是一个手小的男人。凶手曾经用砖头击打过死者的枕部骨骼，但我检查过死者的头部，只有头皮跟头皮下有血肿，颅骨既没有骨折，脑组织的损伤也非常的轻微，这说明凶手的力量可能非常的小。综合以上两点判断，我还是认为凶手有可能是个女人。但是我们调查过，胡七没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会是哪个女人想要杀害他呢？这个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重建一下现场。龙帆市法医中心的李大宝，
你好，李警官，有什么事儿吗？你是胡奇的妻子吗？是，我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您想了解什么情况？我想了解一些关于您的情况。死者的枕部被砖头打了一下，然后他倒在了地上，枪也掉到一边。这个时候，凶手从地上捡起了这把枪，对准他的腿部开了一枪。你是说，死者是躺着被射击的？还有一种可能，死者也可能是站着的。如果那样的话，射击者就是躺着的。弹道跟股骨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夹角。这把枪有60厘米长，又是接触射击，如果从下往上射击的话，也有可能形成这个夹角。吴黎苗说，案发的时候没有听到叫喊声，这有可能是死者根本就不惧怕凶手，认为他不可能开枪打他。中枪之后，因为高度惊恐、血流不止，还有酒精的作用，他也没能发出叫喊。案发当天，这个摄影棚的全联门没有关闭，也就是说，凶手并不一定就是这个摄影棚里面的人。如果他不是摄影棚里面的人的话，枪击之后他会往这个方向跑。如果他沿着这个方向跑的话，墙壁会遮住视线，胡黎苗在打麻将根本看不到他。这是一个重大发现，那我们就按这个继续往下调查了。李大宝呢？您想问我什么问题？我想听你说说关于你老公胡奇的情况。我丈夫人很好，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跟街坊四邻关系也都很好。我18岁就嫁给他了。我们感情也很好。那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你的指关节发白，说明你的精神高度紧张，身体呈防卫姿态。你面色发黄，说明你长期精神焦虑。脸上的伤是重复性殴打造成的，还有门口的易拉罐，那是你的报警器。你们的夫妻感情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你很害怕他，尤其是睡着的时候。所以胡奇经常家暴你，对吗？为什么要撒谎？他只要喝了酒就不是，回家就打我。我整天提心吊胆，我只要一听到门响我就害怕，所以我就在门口落了易拉罐，只要门一开倒了，至少能给我提个醒儿。我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那为什么不离开他？我想过，我想跟他离婚，我甚至想自杀，可是我不能。我儿子还那么小，他又乖又懂事，继承被他爸打疼了，他也不哭，他怕我难受。你能具体跟我说说昨天晚上的情况吗？
天，弄个易拉罐防老子是不是？我叫你帮我，你帮我。弄死你们！弄死你们！胡奇，胡奇！胡奇，胡奇，别去了，我求你了！弄死他们！滚开！弄死他们！弄死他们！弄死他们！因为你还念及平时他不喝酒时对你们的好，所以你没有选择头部，而是击中了他的腿部，对吗？可是你并不知道股动脉也是人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动脉。妈妈回家，起来起来起来，我
过这个日子的。对不起，你这是我的闺女，走，回家，回家。虽然你认罪了，但是在确认你是嫌疑人之前，我们不会铐住你的。但我们的法医还是要检查一下你手上的火药残留。这么糙的手，怪不得之前采不到指纹。求求你们了，别把小月抓走，她没有错呀，都是我儿子的错，我求求你们了，小月。伤害致死，这不构成故意杀人案。首先，张月在动手之前被死者实施过家暴，还有他开枪时瞄准的是腿部，目的并不是致死。明白了。齐梅，大宝请吃饭，你怎么没去啊？吃饭？为什么？他说结案了，大家挺辛苦的，一起吃个饭喽。哪儿呢？他好像在楼后面等你呢。哎，你呢？哦，我把结案报告写完就去找你们。走吧。谢谢老秦今天请我们吃饭。不是你请我们吃饭吗？你怎么这么抠啊？怎么可能呢？以我的工资请你们吃饭？大宝有没有很惊喜？什么人？让我请。让我请。林涛。对啊，他跟我说一会儿就到，到现在还没来，不会放我们鸽子吧？二位，打扰一下，您的花哦，给我吧。还需要点点什么吗？啊，不用了。好，我就知道不会有人送我花。
花有没有收到啊？饭菜还合口吗？有没有很浪漫啊？今天你过生日吗？没有，是林涛的忌日。哎，你别放那儿啊，都是物证，一会儿沾上花粉，痕检科都要跟我急。既然你对这个花的尸体这么感兴趣，就麻烦你带回家送给你们的宝宝，不然我连你一起解剖。不是我们。关的。祝福。哎，是吧？着火了，快出来快出来，这不没人吗？谁在这点的火？我靠，谁点的火？快点快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什么不对劲儿啊？你们觉不觉得像个人形？你酒喝多了吧？你不会触犯到鬼神了吧？不可能，就算是也就是个水逆，要么就是你眼花了。不行，你仔细看看。哎，得了啊，一会儿咱们就看看，如果不是你请我们俩吃饭。行，要是你俩输的话，不光得请我吃饭，每个人还得买件装备。行行，一言为定。林队，我早听说这边有个废弃的晶体管厂，只是从来没进来过，没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大一个操场。这操场都废了很多年了，本来打算拆了修个娱乐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暂时搁浅了。这路口不太好找，平时没什么人来。报案人是怎么发现这的？那几个报案的是这个废弃的健身广场附近子弟，他们知道这个宿舍没人住，就自己拉电把这儿当成他们的聚会地。他们是从这儿看见那边有火以后，以为有人进来了，就过去看看。这里没有路灯，所以当时的火光肯定才显得特别的明显。因为没有路灯，平时来的人肯定也很少。对，这儿白天就几个来锻炼身体的，到了晚上没什么人来。这里四面被围，周围都是废弃的厂房跟楼房，入口又这么难找，是一个封闭的地点。凶手对这里情况应该很了解，知道平时没什么人来，所以才选择这儿作为抛尸地点。要不是今天晚上月亮这么亮，这里什么都看不到。去中心现场看看。这边，林队。他们应该是用这些麻袋把火扑灭的。是
尸体的这个姿态叫做斗拳状，这是指人的肌肉在受到高温之后发生挛缩，肢体顺着关节的方向收缩，看上去就好像打拳击一样，所以叫做斗拳状。怎么样，是男是女啊？又不是在产房。男性。你们能判断出来是生前烧死还是死后焚尸吗？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必须得等到解剖之后观察呼吸道和血液里的太阳血红蛋白来确定。帮我把它翻过来。好。那你们尽快甄别案件性质，我们就可以行动了。严格来说，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斗拳状了，而是蜷缩状。尸体在被烧成斗拳状之前，就已经呈现出了更为收缩的蜷缩姿态，膝盖都快到胸口了。火烧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高温确实会使肌肉挛缩，但并不会使肢体蜷缩到关节最大功能位置，所以死者应该在焚烧前被束缚过。等一下，好，林队，我觉得应该做个理化试验，很有可能有助燃剂。没问题，我连夜就做。你们看看这个，金属物很轻，黑色的，长条，有棱边。行李箱的拉杆，行李箱的纺织布被烧了，但是拉杆保留了下来。凶手将死者杀死了之后，用行李箱把它运到了这里。看来这里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了。凶手焚烧尸体，要不然就是想毁掉证据，要不然就是想掩盖罪行。虽然尸体被烧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得尽快确定死者的身份。有时候呢，越是被凶手精心处理过的尸体，看似隐藏了更多的尸源信息，但是它有可能暴露了更多凶手的动机。尸体是一种很有弹性和韧力的物体，对于火的承受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一些诸如高温、酸液溶蚀、爆炸等常见的毁尸灭迹的手段并不能奏效，除非是婴儿，否则只有火葬场或者炼钢厂炼的极度高温才能把尸体化成灰烬。而且在狭小的空间里焚烧尸体会比在开放的户外更有效，穿着衣服的会比裸体的燃烧得更快，肥胖者会比纤瘦者燃烧得更快，有助燃剂的会比没有助燃剂的燃烧得更快。确实，能把一个装有尸体的行李箱烧到这个程度，估计确实得有助燃剂啊。一会儿费点劲了。哟，我们秦大法医验尸还会有费劲的时候啊。哎呀，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呢，肢解尸体很费力，一会儿我们呢得让尸体啊伸直。不过话说回来，尸体胸口本来就有伤口，你们肢解尸体的时候能分得清楚新伤和旧伤吗？那你这就有点太小看我们法医了。其实死前的伤呢和死后的伤是很好区分的。死前的伤呢，因为皮肤和肌肉会有血染，所以会成红色。死后的伤，皮肤和脂肪会成黄色。这是从创口是否存在生活反应的角度去判断。除此之外呢，被烧之前的创口，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的，皮肤边缘会受热卷缩，皮肤质地变硬。而解剖时留下的创口，皮肤边缘不会卷缩，这一点很容易分辨。哎，
有时候被焚烧得很厉害的尸体，但腋窝下的皮肤是保存完好的，所以很有可能会在腋窝下找到衣物残片。我看一下。尸体表面大部分皮肤已经被烧毁了，无法确定具体的损伤情况，但从胸口的几处伤口来看，死者生前曾经被利器刺中胸腔。气管里没有充血，也没有灰烬，应该没有热呼吸道综合症。高温蒸发了血液，胸腔积血并不多，主动脉破裂，死因已经找到了，一刀毙命。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拉链，这上面写的应该是个品牌吧？哎，这有一张卡，就这面能看见，写的风商。血迹集中在椅子上、桌子上，还有周围的地面上。死者很可能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突然被人捅了一刀。喷射上血迹的方向十分杂乱，这说明他死前可能有过剧烈的挣扎。这里有一个灰尘缺失处，之前有个长方体的东西被移走了，会不会就是那个拉杆箱？健身卡。脚垫在椅子下方，他遇害把脚垫从那个位置蹬到了这边。如果凶手的鞋在上面摩擦过的话，很可能会留下微量物证。脚垫上好像有些物质，黄色和黑色的物质。
垃圾桶里只有一块纱布，桶盖还没有合上，是不是说明他刚把纱布扔进去就遇害了？抛尸地点、DNA、有伤、交通工具，我们没有关系。搞错了。准备行动。是。我们离凶手应该已经不远了。